我们现在来，我们是进入，我起码得，我起码得进入段的大门家，进下来大门没几百家，这边交道家，所谓世家，所谓世家，对啊。
柴田车跟现在看到一列车哈、哦，柴田车跟那个彩绘的啊，四节车厢刚过去啊。你边那一辆车老叮当啊。刚往里面，刚往里面那边跑啊。哎，还要？无啊，这想个，你讲咱今平交道要等你啊，讲好啊。啊，你车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车子是不是要从我们这边经过往八堵去？啊，为什么不开过来，让大家走平交道过去，这样安全吗？很奇怪啊，到底怎么安排的？是不是这样？那古，你现在好意思吗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停在那边也是在平交道，也是在铁轨的中间啊！啊，这么一票人，你要走轨道过去可以吗？啊，我们这边刚好平交道，刚好所谓是大哥在这边照顾的交通，不是你也要从这边经过，不是吗？啊，为什么还要我们走一段回去呢？啊，不好，啊，不然的话你们去试好了啦。阿巴少，不要逃鬼。喂，加六幺，加六幺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谁都可以了，能沟通就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我们到这边坐，哎、欸，我们到这边坐，哎、欸，这边就可以接。你要注意你的安全哦。哦，安全啊，哎、欸。你去走去一边坐，啊！不要，我大家行去二楼哦。再来啊，再来。来，兄弟，你还收钱啦？袂歹啦。
那小时候啊。就觉得这个车厢跟那个火车头好像有那种太进步了。对，有人照相。月台上都有人在照相。西线有车子哦，好。
我自己在这里啊，厉害嘞！我一讲这卡呢，卡增加的这款，啥刚多，我啥刚多，我加油啊！我有加宵夜没啊？啊，个有加宵夜没？啊，个不爱买新的，宵夜呢那个买新的，啊就很快就好。这样子啊，别人嘛是啊，你嘛无好，你呢？啊，所以，我跟人无同款啦。 我跟人家不一样，嘛，伊哩叫我啊，去医生看，我讲免啦，我家己对医生说去医生，我讲讲食话，我讲有用。因为我哦，体质啊，跟人家不大一样。住这的。我我讲我两个，差不多五六年啊，才六年啊，两个心啊，加十公斤啊。 加十斤，加十斤，啊，十斤哦，是当时开始吃，超过我六年已经开始吃，啊，你哦，才刚吃哦，对啊，哇，我一天出一点。
是讲袂使看人食吗？啊，无啦，逐个嘛会使食。是嘛？还是想补，敢毋是？毋是想补啦，是咩啊？是嘛？哪有补？是嘛？哪无补？是嘛？是过去啊。过去嘛有补啊。过去的，你的心脏。嗯。过心脏的。心，你咧食是嘛？是过去啊。我人听讲，食什么，胃人袂卡要食，不对啦，那你出发错误。那怎么治？我每天就是含一天呐、啊。用含的。哎，含的，含到软了、啊，咬一咬，吞下去。哦，你不是用泡水的。哦，泡你困起来个干的，啊，弄弄薄薄吞落去才食饭啊。哎，啊，无你食饭食饱了后，再来创啊，无要紧，食食无要紧。因为你迄个食伤侪落去哦，你用泡的，你头一杯泡起来，用迄个糖分有多大？糖分，糖分啊，你那个人参的糖分啊太高了，所以你吃下去你受不了啊，你体力受不了啊。啊，你一天就吃这个，就是一点点的。大家吃那个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你我了解，我就想我听人讲，你袂晓。无啊。不过你。吃落去袂感冒，神经也会控制，控制神经也都。恁吃什么药啊？那干那吃什么？不过你身体遐好。无好啦，啊嘛是加减拢会，啊咧吃无好，遐无好，加减拢有啦。这边八十个啊，你看袂出来嘞，看恁敢要七十套命。啊，我无减我一个嘞。所以恁两个拢要食。啊，伊咧床垫免挂目镜嘞。遐厉害啊！我即马看无错，我嘛无咧挂目镜，你无我，我毋捌挂目镜。你无，你讲什么？从七十岁开始食的，食什么？卡八七十套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七十。所以袂使伤早食。什么时阵吃拢无要紧，你少年嘛会使吃。他你那迄吃落去过去，啊，但是有一无歹处啦。迄古早人有咧讲，食什么歹死。歹啥？歹死。叫不叫歹死？要死啊！为什么？断气比较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脏有那个固气的那个东西啊，人参啊，伊都是过去啊，啊，所以你那。袂喘气，嘛但是心脏也阁烧烧啊。哦，伊阁有力个。嘿啊，所以人古早人讲，食什么就歹死。安尼哦。哎，所以这个哦，很厉害。这样子哦。哎，心脏嘛有分啊。啊，中年呐，哎，啊，你伊就，你咱袂晓哦，咱就去甲买，你甲国外，甲你买吼，啊较好，啊较好，当然是较贵啦。啊，你食较少，因为咱就食安尼一时啊。啊，你若要用泡的，你都爱偌济啊。啊，你要泡泡，你遐泡甲提起上去啊。无味，你就甲倒起上去。啊，你钱甲提起上去啊。对哦。啊，你若一天甲食遐安尼一袋啊，碎一袋啊，你的成分当中，你的另外个。所以袂老皮肤啦，为虾米？无迄代志，迄拢好消的。但是有一波袂使食豆、豆类的东西，不要。这个古代人讲的心脾道。我唔捌。你唔捌听你讲吗？心脾道，心食什么，袂使食豆啊，会破掉。食红豆啊嘛袂使啊，豆啊都豆啊较歹食，黑豆啊啥物袂使，迄种，啊，佮咱的菜啥物菜头来迄款的袂使食，迄会解药。哦，豆啊物件足多啊，你豆腐嘛是豆类啊，食啊。哎，食出来欢喜，你的豆啊你食袂都差不多。哦，食袂到，安尼哦。加速，哎。问一下，现在是市政府没那台吗？啊，查电机的有，有。那所以现在您觉得他现在的市车，你觉得他的？现在是前面在偷，前面在偷，后面也有亲戚也在偷。那你感觉上现在的处理状况？哎，就是有在推的时候，他走了才会这样。哦，你没有推的话，
就是。你前面在拉的时候，当然是这样，他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因为后面呢，他有在推，才会出来的。刚刚那边有一段那个开车，那时候有一段很顺啊，那不会动啊，有没有？他的出来。那所以其实现在，假如说像他的牵引力大概会有多少？牵引哦。牵引那一台就80吨了，啊，这一台好像几吨了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您可不可以大概说一下，您觉得今天的大概试车你觉得怎么样？现在还没有下去看啊，刚刚昨天说这一边有一只那个气动啊，气动组啊，有一个地方会发烧。发烧起来了啊！昨天晚上他们就整夜在修啊，修好了，修好了，今天才有办法出来修。那一个地方没有修好会溶掉啊！那里面你有灌那个白五金啊，白五金啊，那个摩金啊，已经买油啊，它会溶掉啊，溶掉就不行了，会烧起来。所以等一下到活动之后，就刚刚下车就有在量它的温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看它温度有没有超过也不行。那你超过的话，就是就会融掉，会融掉。那个就机件有问题，用因为我们一般是说白五金的，日本话是Mamedo，那也很贵。那个东西一公斤会有，它那种东西就会滑，很滑。所以一般机器里面有在动的地方，以前都是用那一种板金啊，它现在是润滑，它那一种啊就是成本太贵了，现在就用那个 bearing 的。他以前没有别的，以前都是用板头琴。所以它的关键是说你的组装还是说角度还是过热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这个滑的就这样子啊。比如说这个起走这样子在走嘛，对啊，它靠在这个上面了，它这样子滑的时候，它起走在转嘛，它是固定的啊。它这里下面，我们这个下面还有油啊。那这个油会从这里拖起来它才会润滑的，才会跑啊，时间才有，不然的话你铁跟铜靠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滑烫嘛，对不对？那它 这样子弄，用油来润滑，它这个那个马美斗放在上面它会滑，但是它的温度要好像几十度才会融化，超过那个才会融化的。等于是保护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也是一个保护。是这样。那个融化就代表有问题了。融化就惨了，融化就烧掉了，你这个不会煮了，咬死了。会咬死了。它那个融化，你那个铜跟铁就会粘在一起了。那就糟糕了，那就糟糕了。现在第一点也是有怕这个问题，所以后面拉一台。第一点怕煤炭不够，水不够，要回来的时候怕不够。第二点就怕那个油烧了，就弄起来就这样。
都可以啊，好，就这样戴就好。好，OK，就当我在出来戴。好，你讲他。OK，这就可以讲了。好，好。
为什么今天这个 CK101 会出来那么多人跟哈？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，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后音这样效果还 好吧？好，可以。这次 CK101 这是只是出来试车而已哈，会吸引那么多人出来。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它已经很久没有在线上这样跑了。而且在这样，就是作为说，它是目前台铁现存蒸汽最，就在还在线上跑是最老的一台蒸汽火车，而且这样又算是台铁第一台修复的蒸汽火车，好、哦、年它的年纪，再加上它的一个所谓的辈分，德高望重，好、哦，即使已经很久没有出来跑了，就或者说后来有好几辆蒸汽火车在跑了，但是这几辆火车毕竟在作为它在台铁。不死的蒸汽机车来说的话，地位非常重要，所以会一堆人出来跟着他，不惜翘班或翘课出来哈。这我想它的重要性其实从这边就不言可喻，好，这是我们的今天 CK101 出来的运转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。会不会相对的就觉得说，它已经快一百年，所以会不会希望说台铁对它的方式要重开保持，或者说？像一般开车一样，哦，他现在就要走了。现在未来的，好的，有什么方法？以目前 CK101车况来说哈，其实它的包括它，因为它的规定的运转时速，比起在当年1910年代的那种设计哈，其实不是很快。比如说它出来的话，其实往往反而会很容易形成路障。好，所以说它其实反而比较适合在重大时候，然后比较有规划的时候出来开比较适合。否则的话，如果它做常态运转的话，它很容易会造成挡路的现象。哦，我想这台，我们这是以台铁的想法来看的，这台车出来的时机啊，也就是说，未来这台车出来的话，恐怕是除非很重大的节庆或庆典理由，否则的话，它恐怕也不会像轻易出来。而且再加上台铁还有其他车辆已经修好了，好，其他蒸汽火车修好的话，那大部分的时间就可以由其他比较年轻的小老弟来代替了。那这台老大哥就是标准叫德高望重的话，恐怕是。不是轻易就可以出来的。那会不会就是他在支线里面做常态的支线哦？自然线太累了。对，这台车也太累了。对。CK101 这个是我们来日本来讲，这个是日本人自己时代做的蒸汽火车，但是在日本很少看，大部分没有看过的，所以这是非常台湾的味道。今天我录他的声音，我录音下来的，今天非常非常感动，他的声音是 CK101 是不一样的，比较独特的声音，非常感动了。这一种在台湾的一个国宝，现的国宝，我感觉是这样的。那您觉得它像修起来之后，等于说是2018年之后，所以是今年再把它从大修起来，那像这样子的程序，会不会就等于说让它，因为您的感觉是它会动的、不动的，不是在那静的那种，你觉得意义？那一个保持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，但是最好的是，火车是不坐坐火车吧。所以我以前写在日本发行的书，我自己的书里面也有非常非常希望 CK101 的一个回顾，这是非常有调动感，
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有车进来。对啊对啊。对。因为等很久了啦。那一二四，好 ，GK 一二四其实它是有一点点，我们有一点那种它被过度消费的感觉。我想其实多元价值是很重要的。那事实上 CK 一零一它本来就是属于品质线，一二四是属于积极线哦，它是有不同的舞台的。那其实如果以后它是定期的做表演，那偶尔交换一下，或偶尔互相重连或者是怎么样的安排，增加它的变化的话，其实它的这个弹性的运用上面，会让我们的铁道文化的这些趣味是可以更多彩多姿。对，那我觉得。CK 一零一能够再次复活，当然是一件很值得兴奋的事情。Thank you.
买了啊，我买了。你买什么？便当啊。哦，你也买到哦。我去买要买不到哎。
像前两天、前两天那都是吗？啊？一票人都是三三都是吗？对。上个月底吧。哇，随时就可以了。那大概单机。